小妹糖。什么人吼？咱今日的请慈哥哥，谢谢，咱的请慈哥哥吼，伊就咱的慈龙相依，是慈龙相依，你从啥物仔？我讲我做香的吗？哎，对，你真巧，你无讲，哎，相依就是去做香的啦。哎，对，阮那边啊，甲讲相依啥，我真正唔知，所以甲你介绍，我是慈龙相依，那是阮的慈龙宫，阮的宫主。哦，哎，就是阮慈龙宫，阮的宫主吼，谢谢你，这嘛是算阮家己的哥哥啦。哦，谢谢。哎呀，算讲伊甲阮小弟有结拜交袂紧的，所以我对阮弟叫哥哥。谢谢，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咱今仔日下晚间来咱遮服务，咱这里大面，咱就可能做无遇到阮的哥哥，阮的慈龙宫，阮的慈龙相依吼，阮的哥哥吼来独家赞助的吼，独家赞助的吼，来谢谢您，再次感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吼，来谢谢，啊，甲你报告，阮的慈龙宫伫咱的头前面前啦，徛咱这边咱的头前面啦，是，徛咱的头前面前吼。奥运吼，你也来到咱的好尾家吼，来给阮拜拜，阮九娘，阮的九娘吼，来亲戚亲邻干吼，阮内边的，阮的迄落信庙嘛，拢做信庙嘛，拢做邻干的，阮的信徒拢都满天啊吼，来，咱可能久无相拄啊，咱两个会叽叽叫，叽叽叫吼，叽叽叫。好不要，尽量莫和阮两个亲戚叫啦。我过两年无相拄，你莫骂呢。那恁继续安排吼，我来开你的歌声。勿忘我，谢谢。来继续安排国歌曲《勿忘我》送给你。七月秋天，你曾对我许下诺言，心中总是梦开始。谢谢你，来，这次呢。